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福骑射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MD-01，它是 KO 了 3-0 大黄蜂电影的 Artemis Prime。那么它的话呢，我们先看它的配件好了。首先，它有一个可以发光的地球投影的装置，在正常光线下呢，你觉得它可能不是怎么起眼，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灯都灭掉的时候，还是看上去挺有看头的啊。上面的这个几大洲的刻画什么都还是有的。那另外就是佩戴了一些它的武器，首先是一把两手大斧。这个两手大斧的话呢，到 OP 的大概肩膀的一个高度。那它的一个纹路来讲，刻线还是做得挺深，然后斧头上面的话呢，有一点点渐层的效果。边边的这个带刺的部分你小心啊，因为这个你平常可能不会把它弄破，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让它掉到地上，有可能会折碎，因为它稍微薄了一点点。另外，只是一对的双刀，双刀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造型非常的好看。握持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手臂的那个凸卡进这个凹槽，卡上去之后会非常的紧。一样，尖端的部分呢是比较刺的啊，小心不要让它掉到地上。那这里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电光的一个效果，我觉得也是做得挺好。两手持刀的时候呢，这个 OP 看上去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攻击性、有架势的。那由于我自己呢没有这个玩具的正版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各位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对比。那可以看到呢，如果你有那个网络上随便搜一下，你就可能看得到这款这个 MD-01 的话呢是没有做旧效果的，所以身上呢是属于一个比较光鲜亮丽的 OP。头部的话呢是可以发光，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它会发光。但是呢，由于我这款从大陆寄过来的时候电池是必须拔掉的，所以呢我没有附上电池，而它这个型号呢，不太容易买到，所以呢我等了很久啊，就没有在我们家附近。没有办法买到相同的电池，所以跟各位提一下，知道就行了。另外还有它的一个枪，这里也是有一个发光的一个装置的。那一样，它有一个常亮灯跟一个呼吸灯的效果。那它的一个武器呢？握持的话呢，都是中间的这个孔洞给插进拳头里头，都会非常的扎实。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它的手指是一个可动手？可动的话呢，是拇指有一个根部的一个球形关节，然后中间还有一处的关节。其他的几根指头的话呢，则是根部中间，一处、两处、三处的一个关节。那么这个跟它原本正版的话呢，是属于一个造型手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成可动手之后呢，我自己觉得吧，在把玩的乐趣度上的话，我觉得是提升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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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的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加分点了啊。那我就给各位看一下其他的细节，还有它的可动一并的讲解。头部的话呢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而且脖子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可动。那各位可以感受一下它的一个关节的紧实度啊，我感觉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及格的，手臂的平举啊，这样子抖完全没有问题，二头肌也可以转动，手肘的话呢，因为一个双层的关节啊，可以超过于90度。那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正版，所以我就一并把一些细节讲一下。可以看到里面这里，是一个金属的部件，那这个连重要的连接这个地方。是一个金属的部件，那胸口的话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方形，这个胸口的这个质感跟正版的不太一样，那它的一个胸口的话呢，一样是可以左右的一个去动的，也可以往前面低一点，那往前面低一点，我们就会提到 3-0 的一个龙虾背，这款的话呢也是完全都有的了啊，而且里头的细节呢也一点都不马虎啊，可以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个紧实度来讲，我觉得推移起来还算是非常舒服，不能说还算，应该说已经是非常的舒服。那据说这个地方这个绿色的这个管路是正版没有的涂装，那我就给各位就是稍微提一下啊，整个这个背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圆形的这个细节。那这一代的金色的这个涂装似乎也是这个版本才有，当然可能还是有人会比较喜欢正版那个旧化的涂装，这个全看个人那个偏好了啊。胸口的这个地方啊，就再给各位看一下左右转动。裙甲呢，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示范。根部是一个球冠，然后这里也是一个球冠。后面的话呢，也可以掀开。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一块，这一条，也是一个金属的部件，还往前面踢，可以增加一点往前面踢的一个幅度。那膝盖的紧实度非常的不错，这个阻尼感是非常优秀的啊，这样子。然后脚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，而且这个紧实度的话，下半身比上半身整体来说要再偏紧啊，整体来说要再偏紧。那我们给各位再多看一些它的细节，这个绿色的管路、绿色的管线，
啊，这个都是另外再补上去的。光泽的话呢，呈现还算相当的不错啊。那因为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喜欢做旧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吧，因为作为一款 KO 的话呢，你做旧呢就没有办法把它变得很亮啊。如果你给你一个没有做旧的，而你自己愿意做旧的话呢，好像也是一个你反而有一个自己涂装改造的一个余地了啊。那我自己觉得呢，这一款产品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，就是它有一个替换部件。胸口的话呢，这个造型呢是 OP 来到地球之后已经扫描过地球载具，所以它这里有一个雨刷，它有附带一组替换的部件，是属于一个赛星的形态。看到没有？赛星的话上面就没有雨刷，为什么？因为塞维坦星就不下雨，或许是吧。然后在侧边有一点点造型的不同。那它的肩膀两侧呢，也都可以做一个零件的替换，一共是正面和侧边。那么手臂的臂甲替换非常有趣，原本的零件呢跟手臂是用磁铁吸附的，新的配件呢一样是用磁铁吸上去，这个替换呢可以说是干净利落啊。那最后的话则是它的轮胎有一个赛星的外壳吧啊，可能赛星球的话呢装上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漂浮状态怎么样啊？这个也是从侧边呢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，按下去就可以了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我就用手持镜头呢给各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装上赛星之后。侧边的这个部件呢有延伸出来，烟囱的话呢就变成是一个笔直的一个状态，手臂的护甲啊变成了另外一个造型。那至于说你喜欢地球上的 OP 的形态呢，还是赛星球上面的样子，大家心里面自己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呢、那么总的来说呢，撇开 KO 的这一份原罪之外了啊、哦，其他的价位呢，台币的话这边是卖2600块钱左右。这个玩具的整体质感来说，我认为是对得起这个 CP 值的啊、哦。那除了说做旧这个部分你可以自己 DIY 之外，它所佩戴的这几把武器，我觉得制作上还是比较精良的，握持力度也都很好。整体的关节呢，上半身把玩起来的话呢是恰到好处，下半身我认为是稍微有点偏紧的一个状态。总体来说，它最大的价值呢，可能还是它拥有地球形态跟赛星的形态两个模式，可以让你做一个切换。我自己觉得这是一款 CP 值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、哦。那你能不能够接受 KO 的版本，这个全看你个人了啊、哦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